开心，对啊，就蛮意外的，会可以选到。我是看他投球协调性很好，然后霸气也很够，所以希望他进来。当然还是要经过恰哥那边嘛，二军那边，如果确定已经签好的话，还是要先下去二军评估一下，毕竟他也还年轻。那以中信球团一直以来就是要先看他的整个身体状况是不是可以找时机上来一军投，那就是要我希望他是集战力，但是要经过恰哥的同意。没有啦，就是这是我们希望保护选手的这一环。其实马刚或是那个林吴是捕手嘛，他也可以当捕手，所以捕手的炮嘛，那他的打击能力很好，那所以这一方面就交给志宏去做训练。那未来如果希望他如果能当捕手又可以打的话，就是加分了。那马刚也是可以走外野嘛，对，所以这一方面我们都有考虑。那有几个是速度嘛，当然就是先进恰哥那边嘛，就围住恰哥那边进去保养场检查一下，看哪一方面比较能够。当然这个选手我们是看他未来性啊，但这个还是交给最后会交给那个球团这边啦、啊。所以问我可能问恰哥，恰哥爸爸去哪里，可能他会好一点。